立县长选举举办第二场公办政见会，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谢佛宏第一轮就炮火猛烈。我不是地主，我也没有土地，我更没有法拉利，我也没有沙士。谢佛宏更喊出弃黑保蓝，假借蓝军的名义呢，不断的在欺骗选票，一定这一个神圣的一票呢，要记得。弃黑保蓝，这才是真正的弃保。民进党候选人徐定真也加码补刀，我当上县长之后，我不会给任何公务人员压力做违法的事情。徐定真暗指中统警为了砂石事业疑似施压县府，而他找到机会也替自己拉票。我们要跟中央展开大合作大建设，而是不动不动就要下架民进党，这个是我不以为然的。中统警到了第二轮开始回击，中央是谁的天下还很难讲，而且选举我认为不应该是仇恨值把它拉到这么高，甚至前几天在苗栗的恩主公庙面前讲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叫做开棺验尸。一边批徐定真为了选举拉高仇恨值，另一边抨击谢佛宏对国民党的忠诚度，也不会因为想要再当水利处长然后就这个辞掉了苗栗市党部的这个主委的职务。现在你告诉我你的理由，我实在是很难置信。中统警四面楚歌，却显得老神在建州猜州，而无党籍的候选人吴胜胜则是把握最后几秒钟的时间向选民喊话，请摸着你们自己的良心再被买票，苗栗永远是苗栗国。吴胜胜讲的激动，在这次选情激烈的苗栗县长选举中试着争取更多选民目光。华视